只要人家双时空手机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 行，医生，别只顾光看片子，你也看看我们呗。片子好看，先看片子。<笑>害羞了。喂，老魏，什么？好，我马上过来。 秦医生，今天麻烦你了。虽然今天检查没什么问题，但是如果你感觉哪儿不舒服，第一时间来医院找我。嗯。嗯。魏总，明天见。明天不用来上班了，算你调休。谢谢魏总。嗯。魏总。 魏总，魏总，魏总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没事吧？我也没事。你们俩干嘛呢？速度与激情。袁夏的车被人动了手脚，我怀疑。 是昨晚酒吧的事，被周围给盯上了。不至于吧？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不可能动不动杀人啊！再说了，你当时也在车上，你用你爸的遗嘱当护身符，那周围在董事会之前，他不可能对你下杀手。你说万一你死了，那就……不是，我说万一你有什么小意外，那 MU 集团54%的股权呢，捐出去做慈善呢？周围又不是傻子，我当时也是临时起意，周围应该也不会想到我会在袁夏的车上。 以当时车子的情况来看，动手的人是想杀了袁夏，就算不死也是重伤。那袁夏他知道吗？他知道的越少越安全，我只是担心他继续留在我身边，迟早会。 你赔，我赔。还有这个，我在消灾，也不知道这个老家伙还能不能用。
叔叔，你找我有事吗？你进来。啊，不了不了，叔叔临时有事，要出去一趟。嗯。送你个礼物，你一定要保管好啊。也不知道送我手机的恒叔叔和小哥哥现在怎么样了。我被开除了？哎，子琪，他凭什么开除我？说开除就开除，说开除就开除我。开除我总得有个理由吧。圆圆，来吃馄饨了。不了不了，我赶去公司，谢谢啊。啊。让开。魏子琪，为什么开除我？我开除你还需要理由吗？我早就受够你了，每天管我管这管那的，你很烦，你知不知道？还有，你是不是忘了？之前因为你，我差点死了。我特意让财务给你开了2N+1的补偿金，就看在我们这两年的情谊上，咱们好聚好散。魏总这么大方，我是不是应该谢谢你？天下，别跟钱过不去。你当初愿意当我的助理，不也是为了钱吗？你拿钱走人，我付钱买个自由。我当然不会跟钱过不去。要不是为了钱，你觉得我这两年是怎么撑过来的？我本来以为你只是不务正业，你人品不坏，甚至还在为你的处境担忧，但现在看来。你变成这样全是活该。原著魏总给你脸，别去扭不知吃罚行。不让你说话了吗？我倒要听听这些年你在我这儿攒了多少怨。我跟你这种人没什么好说的。不是没什么好说的吗？怎么又不走了？哎哎，你干嘛？碰瓷儿是不是？元夏，元夏，元夏，愣着干嘛？打电话呀，元夏。元夏，你别吓我好吗？月下，哎，王护士，嗯，一会儿再给他做个脑部 CT， 片子出来了不用找其他医生，我亲自看。嗯，好，谢谢。肖医生，啊，这。怎么了？其实今天是我，是你生日，我知道，礼物也给你准备了啊。原来你一直都记得呀，那今天晚上我们科室的每个人生日我都记得。这个眼霜不是你特意买给我的吗？哦，上次护士长过生日的时候买2件8折，他挺喜欢的，我猜你也一定会喜欢，一定会喜欢。嗯。老魏，元夏怎么样？啊，他没事，就是有点上火，加上低血糖。我给他开了全身检查，结果明早出。那就行。哎，对了，他怎么突然晕倒了？不会是周围又耍什么阴招了吧？嗯。
其实是我把他开除了。啊？魏子期，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好？这马上就董事会了，你谨慎点度过这两天不就完了吗？干嘛搞得两败俱伤？再说了，我真不觉得周伟敢做出什么违法乱纪的事。那是你不了解周伟，周伟这个人为了钱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。过几天的董事会就是他给我留的最后的死期，在那之前他不会对我做什么，但是对袁夏，他绝对不会手软。我也不敢保证，他后面会不会这么幸运。那在这个时间节点，你做这样的事儿，周围他也会对你起疑啊。所以啊，在我彻底解决周围之前，我希望袁夏一直待在医院里面，你帮我好好照顾他。这好说 ，VIP 病房嘛，只要你钱到位，病房我都能给你留。就是他估计不肯出。你干嘛？一定要把他留在医院里面。哥们，这次就靠你了，好吧？哎哎，不是，醒了。感觉好点没？没事儿，就是刚睡醒，脑袋感觉昏昏沉沉的。谢医生，我这是怎么了？袁夏，你其实得了。其实你没什么问题，没什么问题。那我为什么会晕倒啊？因为你真的没什么，就是多休息休息就好。就这样？怎么联系你的家属啊？我家就我一个人，有什么事儿？您就直接跟我说吧，是不是我的身体出什么问题了？没有，你的身体非常好，没有任何问题。那你为什么要问家属啊？邢医生，这不是你的报告，袁夏，你不用安慰我了。生命危险，电信诈骗的话你找错人了，不要打给我，我连自己的救命钱都没有。人事变动，这个节骨眼怎么突然把袁夏给开了？是不是太巧合了？啊，周小说，子期啊，这么晚你怎么来了？我想买一个新出的限量款的跑车。你手底下那几个死脑筋的财务一个个不够划账，什么意思？谁这么没眼力劲儿，明天就把它开了。哎呀，不就是一台车吗？
明天下午我让人亲手送到你面前。这还差不多。你说这公司是我爸留给我的，那公司的钱就是我的钱，我花点自己的钱有毛病吗？没毛病。别管他们说什么，等到下周二董事会一开，你接手了这个公司，谁都不敢再对你指手画脚的。哎，接手了公司，那也得看我有没有那个命啊。呸呸呸，你说什么呢？就我那个助理，你知道吧，我让他开车送我回家，结果他为了着急去见他相亲对象给我绕路，还撞了车，我差点下去见我爸。是吗？啊，没受伤吧？没事。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小叔说一声。我怎么没说呢？我回来就让人事把他开除了，直接让他滚蛋。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这事儿也不重要，你就给我一个准信儿，我这个限量款跑车什么时候能到？我着急跟人开趴赛车呢。放心吧，小叔什么时候让你丢过面？还得是我小叔。走了，拜拜拜拜。你说他是真的蠢呢，还是在跟我演戏呢？这要是演戏的话，那他对自己也太狠了吧。从老魏总去世到现在已经11年了，而且林雨一直在他身边待着，完全没有露出一点破绽。我还是觉得开除袁夏应该只是个巧合。开除个助理补充这么一大笔钱，到底什么关系？马上就知道了。酒吧闹出那么大动静，他怎么还好意思出现啊？不过我听说小李总他爸跟周总的关系不浅，他没在周总面前告你状啊。反正过几天整个 MU 都是我的了，我怕谁？他来就是过来砸场子的，不用管他，也跟我在一块再揍他一顿，周小叔的脸色会怎么样？魏总，我找您有事儿。他怎么来了？不是应该在医院吗？找我干嘛呀？过来碰瓷儿啊？啊，不是，我来拿我的银行卡的。您说的那是我的离职补偿金。要钱来了？我差点都要被你害死了，你还找我要钱？林雨，我不是把他开除了吗？他怎么会在这儿？让他赶紧跟我走。魏总，您只要把钱给我，我保证绝对不会再出现在你眼前。你烦不烦呢？钱钱钱，赶紧走啊！哎，魏总，魏总，魏总，您先上岸把钱给我，我立刻就走。魏总，您把钱……被开除了？没事儿，人生何处无出路，我这正好缺一个小助理，要不跟我啊？你放心，跟你们的魏总比起来，我肯定是既温柔又大方。你别碰我，我现在没空搭理你。魏总，您直接把钱给我就行了，这个钱对我很重要，那是我的救命钱。救命钱？哎，魏子琪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！人家救命钱你怎么不给呢？救什么命啊？我给你了，来，喝着这杯酒。你等会儿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还像上次在酒吧一样保护你的下属啊？他已经被你给辞退了，你是不是又欠揍了？想要钱啊？哎，你过来，我告诉你怎么能拿到钱。哎呀，还是你会玩啊？怎么样，好玩吗？救命钱？什么救命钱？我听听。救我的命！我得了胰腺癌，晚期，需要尽快治疗。魏总，我求你了，可
以把钱给我吗？你听听，他得了胰腺癌晚期，你还不给人钱？哎呀，那你就快要死了！你猪脑子！这种鬼话你也信？我不信。魏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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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底要怎么样你才肯把钱给我？这个喝完，喝了我就给你钱。不喝，不喝就没钱了。我喝。我喝完了，给我钱。喝完了，喝完了就赶紧走吧。没钱，不行啊！落汤鸡还成了。
够了没有？魏子琪，你就是个人渣！我最后悔的事，就是到 MU 应聘，成了你的助理。我那么努力的学习各种外语，考各种证书，不是为了帮你翻译漫画、帮你泡妞、帮你收拾烂摊子的。但没办法，我缺钱，你用足够多的钱买断了我的梦想，还有我的尊严。这两年我一直都在跟自己说，你或许只是看起来不务正业了一点，你人不坏，至少不像那些个人渣。哎，说什么呢？说的就是你，你们。在你们这些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眼里，我这种人是不是很可笑？既想要赚钱，又想要尊严，简直是贪得无厌，对吗？对啊。那我告诉你们，爱钱不可耻，省钱也不可耻，凭自己的本事赚钱更不可耻。倒是你们，我希望你们有本事，就一辈子当个有钱人。尤其是你，我倒要看看你还能这样混到什么时候。如果时间可以重来，我希望我从来都没有遇见过你。你的牵着上天抗衡，从人海之中慢慢在靠近的我们，从分开之后依然在找回的我们。干嘛呀？继续嗨！啊，对对对，继续嗨！林雨，哎，干杯！哎，我新车钥匙呢？拿来。魏总 ，Cici 啊，走，带你兜风去。周总，袁夏刚才来找魏子琪，说他得胰腺癌了，找魏子琪拿钱治病。那魏子琪什么反应？很冷漠，我看了都觉得挺过分的。那他现在人呢？出去兜风去了。你是不是蠢呢？跟紧他，他八成啊是偷偷跑到医院看袁夏去了。照你这么说，我是误会你这条忠心耿耿的狗了。林雨，怎么回事你？林雨，周小叔，我子期啊。子期啊，你兜风就是为了把我引出来啊？我也没想到你会对我跟袁夏的事这么感兴趣啊，随便下个鱼饵你就上钩了，挺没劲的。魏子期啊，说你再嘚瑟，也就最后两天了。等董事会开完，没了你父亲的遗嘱保护你，你说你能撑多久呢？对了，还有个事儿你可能不知道，你父亲的死根本就不是意外。
是擦肩的路人，是用尽力气要与你重逢。如果说时光能印证一遍遍追寻，只为如初的眼神。思念穿越过时空，默不作声，爱救赎着彼此，从未断层。多想一刻转身，我就变成我们。我相信爱能转动千万种。